選擇力最大啦，即係唔係好似劉卓嗰啲咁型話，因為近我唔係住赤泥坪嘅。咁啊，其實咧就係因為咧當年啦，我即係年青嘅時候咧，有一套動漫畫就即係後宮漫畫嚟，好 hit 叫《Love Hina》。咁啊，當中嘅一句名言大家都知啦，就係、是、如果我哋大家一齊進入東大嘅話，我哋就會好幸福㗎啦。咁我信以為真，於是我就報咗中文大學，加入咗物理系。咁啊，係有智慧嘅人都會報讀物理系。係咁啊，跟住恐怖嘅事情就發生咗啦。唔知係咪因為東大同中大嘅讀音歪咗少少，定係其實呢一句如果我哋一齊入東大就好幸福呢一句咒語係必須要有條女同你講先得嘅，你單拖入嚟係無效噶。我唔知係呢個原因，是哪個原因乜 Q 原因都好啦，總之就係我入到嚟，我物理係。冇女？點解係男子物理系嚟嘅？唔係喎，唔係喎，我睇翻嗰個即係同學嘅登記名冊咧，係有女同學噶。但我入到班房咧，我就見到四個好似雷奧、多奇、積奇同埋斷四角嘅造型嘅女同學咯。如果佢哋約我喺烽火台之下告白嘅話，想好似烽火台咁一腳就伸落佢塊面度咯，咁啊真係好可惜，亦都係因為咁樣，就係因為呢個少少，因為兩個音嘅偏差，誤咗我一生。好啦，咁啱擂台又唔得 ，One Piece 又唔得，跟住呢一個Love Hina又唔得，咁點算咧？即係冇理由白白浪費我四年光陰㗎，係咪先？咁我梗係要即係揾啲嘢做咯。有啦，我知道點樣可以吸引女仔啦。我揾到一套動漫畫《網球王子》好。好咁啊！我有啲意外啊，因為咧，我初頭以為咧係啲女仔聽到《網球王子》先至會咿哇鬼叫，我估唔到連仔都會咿哇鬼叫，我有啲意外。咁啊，其實咧，《網球王子》我知道點解佢好吸引啊！大家有冇睇過網球？有冇試過合埋眼睇網球？你成日會聽到有個麻甩佬喺度，以後記得啊，網球聽收音機得㗎啦，唔使睇電視啊。咁啊，我於是我決定都要進入一個體育部啦。未啦，我唔識打網球嘅，咁點算咧？大家啊，即係識我嘅人都知道，其實我踢波噶嘛，我於是加入中大足球隊，但係亦都有少少偏差。無論喺我練波或者正式比賽嘅時候，我係從來都冇聽過任何一個女性嘅咿哇鬼叫，我淨係聽到一班麻甩佬喺度喪笑，搞錯啦，係有啲唔出得街，我唔喺度講啦，真係好恐怖，點解？讀書又唔得，溝女又唔得，運動又唔得，學生會又搞唔成，真係好失敗呢四年。咁我要尋求答案啦，係咪？即係你頭先講咗啦，我係一個有智慧嘅，我諗唔明嘅嘢，我要揾噶嘛，我要揾。我今日花咗全日嘅時間行勻全中大，無論係任何一間房、任何一條走廊，每次都冇入到去。我終於喺某一個地方揾到答案，嗰、那個地方就係新亞嘅水潭。原來。我入錯書院啦！以我呢啲咁樣嘅青年才俊，其實係唔應該入 NA。點解咧？大家知道 NA 有個水塔啊，係嘛？大家都知道，有冇人知道 NA 另外個水塔有另外一個名稱啊？唔知道，佢叫君子塔，佢叫君子塔。原因就係因為佢遙遙咁望住位於聯合嘅淑女塔，咁啊，好浪漫啦，係咪啊？好浪漫啦，即係君子同淑女，即係兩個喺度遙遙對望，但係。當你喺幾十年嚟都只係夠膽及住條女，唔能夠同佢講一句説話，你只係一個宅男啦、啊！既然你只係一個宅男，就麻煩你改名叫做宅男，然後翻入自行打 Diablo 3啦！當然啦，
其實都應該要叫翻做成女塔先至得。所以大家即係由呢一年開始，大家可以再同啲新生講，呢兩個塔嘅別名就係宅男塔同埋成女塔。咁啊，大家都即係諗下，既然唔係入 NA， 咁我當然都唔係成女啦，係咪？咁啊，又唔係入 UC 啦，係 UC 接埋咗打 golf 啦嘛，而家係啊。咁我應該去邊度好咧？大家都會諗，梗係去 CC 啦，係嘛 ？CC 有錢啊嘛，太天真啦你哋！我都講咗，我攞唔到佢哋啲船噶啦，我梗係唔會去 CC 啦，去日夫。日夫有咩咁好啊？喂，好多同學都話唔係喎，你好頹噶喎，成日匿埋喺自己個後山度噶喎，你哋真係有所不知。點解佢哋會留喺日夫？就係因為佢哋大部分嘅時間都聚集喺嗰對名為女人腳嘅日夫台下低玩腳都玩成晚啦，仲使出嚟同你哋見咩？所以好睇小日夫啊，真係玩好耐噶，就係咁樣。我花咗好多時間，我終於都知道，其實我原來係入錯咗書院，係咪好渣啊？你見到即係基本上我人生所有嘅決定都係同動漫畫有關係嘅，但係動漫畫出賣咗我，出賣咗我。我入錯咗中大，搞錯咗學生會，入錯咗學系，同埋入錯咗足球隊。所有嘅嘢，全部都係因為動漫畫對我做咗一種懲罰，我好恨。我恨動漫畫，我同動漫畫有呢個不共戴天之仇，連呢一個動漫所我都想殺之而後快。於是，我加入咗中大代表會裏面嘅院系屬會委員會。呢個中大代表會嘅院系屬會委員會係掌控住全校所有院系屬會嘅一個生殺大權，所以我一定要將動漫草殺咗為止，我一定要令到動漫草接埋，我要頂死佢，頂死佢，頂死佢，頂死佢。直到我最後畢咗業，而動漫草繼續存在。仲相當之同志咁，今日請咗我嚟解釋。請立我啊！係啊，真係唔容易啊，捱到我呢屆17裝啦。係啊，好，應該張相先。